大家早上好，我是廖朝纪。今天的廖聊地名，我们来聊一聊和香港有关系的地名。最近啊，因为倪匡的逝世，所以呢，我们这些70后啊，都是各种各样的怀念倪匡的小说。当然卫斯理啊，从这里呢也牵动了我们对香港的记忆。然后前不久香港的珍宝海鲜坊莫名其妙的沉没到海里面去了。早些年去过香港旅游的朋友都或许有被安排过这个项目，就是登上珍宝海鲜坊这艘船去品尝广东菜。当然里面的装潢就有点像皇宫一样了。我有许多香港的朋友第一次到吉隆坡的时候走到了市场街，很多香港的朋友都跟我说，诶，这里很像香港的女人街，又或者是庙街，又或者是西洋菜街。因为市场街这种晚上封街摆档口的模式，就很像这几条街的模式。然后雷子健先生告诉我，在沙巴的三打根三打干，它还有一个别称叫做小香港。原来香港人移民到三打根的时候呢，差不多是在1903年哦。当时的沙巴我们叫做北婆罗洲，他们将首府迁至到三打根。当时的三打根有一家著名的商号叫做万和龙号，他们通过香港分公司招募员工，吸引了不少中山、番禺、南海、顺德甚至是香港人移居到三打根来哦。因此呢，就形成了三打根有小香港这样一说，当然也和大量的这种广东甚至是香港的移民有关系。而三打根是沙巴州唯一一个说粤语为主的城镇。二战以后，三打根从废墟中重建，参与建造高楼或者是竹屋的呢，都是香港人。而这些竹屋的样式呢，和早年的香港就非常的相似哦。所以啊，早在50年代的时候呢，三打根就和小香港就挂上了等号了。三打根这个地名哦，三打干原来是来自苏禄语，而三大其实的意思是典当的意思。所以三打干其实的意思就是一个被典当的地方，那就和历史有关系了。原来沙巴是文莱苏丹的属地，后来因为苏禄苏丹协助文莱苏丹平定战乱，1704年文莱苏丹就把三打根海湾以及南地区割让给苏禄苏丹了。因此对于苏禄苏丹而言，这就是一块被典当过来给他的地，所以称为三打干。早期在写三打根的中文地名的时候呢，除了现在我们通行的三打根，也有人写作新打根，或者是一二三的三三打根，也有人写作先打港、先纳港等等等等等哦。但是呢，好像大家对三打根这个名字比较瘦弱，因此呢，就流传到今天呢，我们依旧用着这个三，高山的山，打打人的打，根树根的根，三打根。我是廖朝纪，聊聊地名，我们下期再聊。